佛法是以缘起法和慈悲为根本，因此佛法不是一种哲学理论。而是能够促使人与人、人与环境、人与其他生命相互关爱的一股重要动力。所谓修行，把它分开来看，修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修理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要去修理自己的心，转念向善。行，将这些善念和认知付诸到我们的实际行动当中，这才叫修行。贪心不除，想要承办的事情和想要获得的富足受用都无法圆满，最后也会违反已经立下的誓言和三昧耶戒。因此，行者们如果不将贪欲视为是过患，就会被种种的感官意乐所驱使，他们的心一刹那也无法安住。发心这个词很好，它是发心，并不是发口或发语，意思是要在心上做的事情，不是口上念念文字而已。希望各位能在心上真正培养菩提心珍宝。
事实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有菩提心的种子，我们并不是去得到一个新的东西，而是训练开展原有的菩提心。是诸法空相。
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。
德育故事。谭子，周朝鲁国人，史亦其名，从小生性至孝，为患眼疾的双亲深山跋涉智取鹿乳，孝感猎人，堪称孝心与智慧双全的典范。子的父母在房子着火当中发生意外，视力受损。爹娘爹娘，你们终于醒了。头怎么这么疼啊？我的老天哪。爹您千万别着急，房梁塌了咱们还可以再修，待会儿孩儿去山上伐木去。爹天色快黑了，明。